小琪最近遇到一些事情。对，你喝醉了嘛，对不对？小琪，答案是一样。那事情我已经隐瞒一个多月。可是我是你女朋友。你是不是情场有波澜啊？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不好吗？我不是就在想办法，我就在解决了。你有吗？每周六晚间九点，公视频道酸甜滋味。